次触碰我的风，又再次亲吻我的彩虹，再次听见我的号角，又吹动我尘封的心动，再次踏上我的梦，又再次呼吸那片熟悉的天空。有你，只不过这一次故事里有不同的我。前方路口，拥着你，抱着我们的弟兄，肩并肩，不知谁是真英雄。那风风火火，灿烂星光，划过整个战场的苍穹，让我们手牵手，生死与共，心心相守着美丽永恒。叛徒？什么？直奔能源之城？没想到他们就拔脚就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练好了合击绝技，不知道利人霸和蜜蜂穴现在怎么样了。这里就是圣奇森林吗？嗯，这个圣奇森林人迹罕至，无论是机车族还是猛兽族的机器人都很少来这里。不知这么大的森林，红玛瑙会藏在什么地方啊？唉，可惜这里的树又高又密，我也没办法变成直升机在空中探路啊。说不定这附近会有人呢，让我来试试看。喂，有人吗？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呀？有没有人在呀？哎，果然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叫什么呀？难道是要办救兵吗？
真的是有救兵。这个声音听起来感觉有点奇怪呀，是什么东西呢？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是谁把你的脚给弄断了？是不是你们把他的脚弄断了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把他的脚给弄断的。不，是我弄的，真是对不起。我以为这是一只有攻击性的食人鸟，所以才……食人鸟？哼，这么可爱的动物，怎么会是食人鸟呢？哦，难道它不是吗？你们就会以大欺小。哼，别怕，我帮你接起来。哎，这是？居然这么神奇，预言吧，你看到了吗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能够接续断臂的红玛瑙吗？你们是谁？到我的圣奇森林来干什么？既然我们已经练成了合击绝技，不如就赶快上去挑战虎煞天吧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可是我的伤还没完全恢复，恐怕无法载着你们飞上去。哦，那你自己能够飞上去吗？让我试一下。应该没问题，不过多载一个人恐怕就力不从心了。那要不城主先飞上去，然后多找几个帮手来把我们吊上去，怎么样？这个办法不错，我只是担心虎煞天占领了能源之城，能够过来帮忙的机器人已经不多了。虎煞天的部下一定早就把能源之城里面的士兵全部干掉了，然后吸收他们的战斗能量来提高自己的战斗等级，这样他的部队就可以全面升级了。哼，可恶的虎煞天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我们的能源之城。你先飞上去，然后再用铁链把我们拉上去吧。好，那我先上去找铁链了。洛洛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要是城主上去找不到这么长的铁链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个逗你玩的。季素风，看来你的心情蛮不错嘛。那当然，我们练成了合击绝技，很快就可以找虎煞天报仇了。请问这个圣奇森林是你的吗？哼，
你们不但擅自闯入我的领地，还敢动手伤人。别以为你们有三个人，我就怕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第一，我不是故意伤害刚才那只小鸟的。第二，虽然我们有三个人，可是绝对不会以多欺少的。没错，顶多是他一个人和你打，我和丽媛霸是绝对不会出手的。什么？你是丽媛霸？是的。你是谁？难道你就是绝地轰吗？啊？绝地轰？哦，绝地轰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啊，你真的是绝地轰啊？你怎么知道他是谁？难道你做梦梦见过这个大家伙吗？不是的，洛洛曾经跟我说过，绝地轰是个出没在圣骑森林的游侠。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会碰上。洛洛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们究竟想来这里干什么？绝地轰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不是来害你的。哦，自己人。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能源之城的第一高手蜜蜂炫，而我嘛，是时光之城的二号人物飞魔轮呢。这位就是丽媛霸了。嗯，是你们？怎么你也听说过我吗？没想到我这么有名啊。有的时候真是想低调都没有办法呀，谁叫我天生就是一个出名的料子呢。怎么，丽媛霸，你的手臂断了吗？是的。是啊是啊，丽媛霸的手被虎煞天弄断了，所以我们这次来圣骑森林是想找红玛瑙帮他治疗断臂的。绝地轰，你身为圣骑森林的主人，应该知道红玛瑙的所在地吧？哼，知道又怎么样，不知道又怎么样。哦，绝地轰，看来你对我们有很大意见啊。我只是对没礼貌的人有意见。没礼貌？你是说我吗？对不起啊，绝地轰，刚才逆风炫确实不是故意出手伤人的，请你不要介意。是啊，你千万别动火，这个逆风炫就是那么一副德行，一开始连我都相当的烦他，不过后来才发现其实他这个人啊挺热心的。飞魔轮，你这是夸我啊还是损我？丽媛霸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红玛瑙，不过我跑起来的速度很快，你们跟不上可就别怪我了。啊，你的速度很快吗？这下怎么办？我的速度太慢，逆风炫在树林里又飞不起来。你的身子轻，不如……终于发现我的用处了吧？没问题，打架呢我不行，逃跑可是我的强项。你们究竟还走不走啊？怎么不走？绝地轰，我来喽！飞魔轮一个人在前面跟着，不会出事儿吧？我看绝地轰非常有善心，对我们也应该没有恶意。不过你有没有留意，他刚才听见你丽媛霸的名字好像很激动啊。我对他好像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似乎我这次来圣骑森林就是为了遇见他的。丽媛霸，你说话也太肉麻了吧，你以为你们两个是上辈子的情人要来这里幽会啊？元帅，明天就是你和虎煞天决斗的日子，我们要不要提前准备一下？准备？
准备什么？今晚我们要不要先埋伏一批部队在里面，然后明天……你把我狂烈星当做什么人了？我狂烈星光明磊落，虎煞天既然让我们来选地点，我怎么能干这些偷偷摸摸的勾当？是是，元帅天下无敌，当然不需要这些小动作。明天是我和虎煞天最后的决斗，是胜是败，你都不得让其他人插手。是，元帅。我就是要公平的决斗。是，元帅。想把我甩掉，没那么容易。哦，哎，哦，看到了吧？这就叫实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开车的时候还是别那么多嘴。哎呀，还是你在前面开路吧，我在后面跟着也没那么费劲儿。哎呀。怎么回事？你别乱动，这样会越陷越深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陷进去了 ！Oh my god！ 我不要被活埋！我不要被活埋呀！你冷静一点，这个泥浆很浅的，你站起来就行了。我是智慧型机器人，这个是我的本能反应。绝地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上头说岩浆下面有古怪，叫我们呀看紧点。听说熔浆下面好像有火龙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！看来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秘密了。嘿。你是谁？竟然敢袭击虎煞天元帅的巡逻队！给我上！谁？看来虎煞天很快就会发现熔浆的秘密了。哈、以后还是被我追上来了吧？那是我让你的。哼，哇，这么陡也开得上去吗？怎么，你上不来吗？切，怎么上不来？看我的！
你没事吧？哼，再来。这个坡也太陡峭了吧，石头又这么多，怎么上去啊？上坡别说话。怎么还是上不来吧？上不来？我身为时光之城的二号人物，并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你瞧我的绝招。哦，你还会绝招？我的绝招，三年不出，一出冲天。九天雷霆，双脚蹬。哎呀！哎，怎么样？我的九天雷霆双脚蹬很厉害吧？哈哈哈，果然有两下子。绝地红，我们跑了老半天了，红玛瑙究竟在什么地方呀？说实话，我已经跑不动了。你看，就在那儿。哇，好大的红玛瑙啊！哈哈，这下丽媛吧的手臂有救了。我师父交代过我，等待一个人的到来。等谁啊？全速前进！哎呀！糟糕，上面出事了！去死吧！哎！去死！晴天，雨天。落幕又在上演，留恋昨夜，流星划过云烟，总